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全媒体》，我是苏奕文，我是梁可希。又夠鐘出發了，我們要從大灣區去到國家不同的大小城市，一起去看看他們的迅速發展和不同地方的湖光山色。透過認識很多有趣的人物故事和感人肺腑的一些情節，可以令我們帶來不同的啟發。既然節目內容這麼豐富，當然不可以錯過了。第一個環節，我們即刻就去南北快閃。最近，广西百色市田林县一带的农光村再次举办祭尧娘非遗活动。历史悠久的祭尧娘仪式，除了是当地民众的重要纪念活动，更加成为了各族群众联欢的大日子。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族同胞，身着着特色民族服装聚首一堂。现场不单止可以观赏到舞狮、铜锣舞等民族演出，还可以参加百家宴，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近日，浙江杭州市一间小学开始实行全新的接送模式，利用地下人车分流系统解决一直困扰家长的接送难题。学生到达地下候车室之后，先通过数字大屏同家长语音交流，再擦脸离开。学校专门将候车室设计成一个小型图书馆，即使家长迟到，学生都可以在候车室那里看书安心等候。接住落嚟，杭州市钱塘区仲将会有更多学校对地下停车场进行改造，推广呢一种全新的接送模式。日前，国际权威评分机构福布斯旅游指南公布了2023年新一批星级奖项名单，其中澳门有22家酒店业场所获得福布斯五星酒店的称号，成为全球最多福布斯五星酒店的旅游目的地。当地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荣誉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澳门的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对推动澳门旅游业多元化发展起到积极的鼓舞作用。最近，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一项关于学生唱歌教学的改革创新，在广东省400多份美育案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创新优秀案例一等奖的好成绩。这次获奖的案例以学生为中心，由游戏互动、寻找好声音、创意空间三个板块组成，是团队老师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课堂实践研究总结出来的。近日，国内第一艘采用 Mark III 薄膜型液货舱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下水出澳。这一艘为能源企业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度身订造的79800立方米 LNG 运输船，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既能够远洋航行，亦都能够进入内河码头。这艘船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首次采用了 Mark III 薄膜型液货舱，货物蒸发率更低，载货量更大，标志着我国船企已经具备当前主流 LNG 船所有技术路线的建造能力。佛山市首个破产事务集约办理窗口启用，窗口同禅城区法院联动，整合税务、市监、公安等9个部门资源，集中办理企业申请破产过程中的相关业务，为企业打造出注册开办到清算退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闭环，推动企业登记、档案查询等事项实现一窗通办。今日广为人知的第一站，首先同你了解一下关于广州纺织业的消息。最近广青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招商大会在广州举行，推进相关的纺织商圈产业转型升级和转移。不少纺织加工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和相关产业的工人都有出席，我们现场看看。在康路片区做制衣十几年的王女士，目前经营住一间200多平方米的制衣厂，有近30名员工，平均每日出单1000多件。知道今日举办广青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招商大会，她特意过来咨询。
原价租金是20块啊，正在海珠区有个8折，之后是16块。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批发市场都在广州这边，要看客户愿不愿意把他这个订单拿到那边去做。前嚟咨询的人络绎不绝，清远方面都拿出十足的诚意，向康路片区的纺织加工制造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工人抛出了橄榄枝。一个厂房的一个租金，我们有免一年的一个优惠嘛，还有那个员工的宿舍，我们可以还有一年的免租。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000亩，园区就在广州市花都区司岭镇附近，不需要用一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到市区和周边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群。园区里面一站式集齐住宿、商业、医疗、教育、休闲等成熟配套，全面建成之后可以承接企业近10000家。海珠区亦都将推出广清产业有序转移相关扶持政策，对已经确定向清远市转移的企业给予设备搬迁费用、设备购置补贴、率先转移企业特别奖励等一系列的支持。有制衣厂的老板马上就坐上大巴去清远实地考察。希望我们以后搬到清远以后呢，也跟着广州有点类似这样配套啊，这些有集中的，那就是最好不过的。目前海珠区正深入开展城中村综合改造提升工作，全面加快推进以康路片区为重点的全区城中村人居环境治理提升、城中村更新改造以及中大纺织商圈产业转型升级。曾经生产出第一樽菠萝啤的广东饮料厂荔湾西增路厂区最近升级改造，摇身变成了新潮的创意园。究竟啤酒厂是怎样通过活化重现生机的呢？位于荔湾区西村街西增路的原创元素创意园，前身是有着90多年历史的广东饮料厂，第一罐广氏菠萝啤就在这里诞生。在园区里面有不少这些工业遗传是保留至今的，在我身边的这一台机器就是菠萝啤的混合机，它的作用就是将菠萝啤里面的啤酒和糖浆混合，望上去相当有年代感的。这栋在增埗河边38米高的建筑，前身是广东啤酒厂的麦仓，麦仓由12个混凝土圆筒仓组成，小麦通过水路运到岸边，在顶层储存，由方形的洞口射入桶仓，要用的时候就从下面打开。现在麦仓的顶部被改造成为建筑事务所，为这栋老建筑赋予了新的使命。坐在这里比较舒服，即总体感觉是比较温馨一点，就没那么冷冰，而且是平时上班下班都不会有太多的限制。经过10多年的改造建设，这个园区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园区，由61栋厂房、车间、办公楼组成，主要产业有服装、鞋帽类设计，还有电商直播产业和建筑师设计事务所，公司数量大概有200多家。园区里面还有2栋文物建筑已经外租，外租时商家需要严格落实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措施。那我们都是按照文物部门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不能再重新再装修的，有一些需要装修的话呢，那我们也是按照可逆性现在通过一些申报。在外墙面的打钉呢是不允许的，因为是会破坏文物的一个建筑，但是呢如果就是有一些师傅呢通过一些的方式做一些挂钩啊这样的，不破坏它的表面呢还是可以的。旧的厂房，新的业态，这个为广州人留下经典味觉记忆的地方，重新燃起了创意的火花，绽放昔日的光彩。菠萝诞是广州地区最大的民间传统庙会之一，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这个千年庙会再次在黄埔区举办了。社区居民围埋一起制作菠萝鸡、包菠萝粽，有讲有笑，等我们去现场凑下热闹。这个是扇鸡毛，大公鸡的毛，如果真的鸡毛就没那么长了，是吧？那就没办法的了，花纹多一点啦，平一点啦，一些就分开一层层的。制作菠萝鸡所需的材料包括鸡毛、禾秆等，而鸡身模型的泥土就取自南海神庙背后的铜鼓山，将鸡肚劏开，小心拿出泥模，
剪毛、粘鸡冠、鸡尾、制作工程繁琐，总共有32道工序。其中最辛苦的一环就是蘸粉，每蘸一次就要拿出去晒，晒完再蘸。菠萝鸡都是一点点手工黏上去的，买对菠萝鸡，寓意未来一年都可以黏到一些好运气。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菠萝鸡的来历啦，系嘛？又希望多啲人嚟买，多啲人嚟学，咁啦，系嘛？传承落去。咁喺我面前呢两只咧就系菠萝鸡嘅成品，咁睇起身其实一样，但系佢哋系一公一乸。鸡冠向前呢只系鸡公，而鸡冠向后呢只就系鸡乸。菠萝蛋嘅另外一位主角就系菠萝种。要制作菠萝种就必须要早啲起身，要将啲豆提前浸好，时间好讲究，需要木材明火蒸煮8小时，煮熟之后晾干，种叶馅料先至可以融为一体，做成菠萝种。彩姐话包菠萝种嘅手艺并唔难学，但系耗时比较长，需要好有耐心。由于长时间包种，彩姐对手已经包到起晒疹，仲要有啲发黄。但系佢话希望通过庙会能够吸引更多人静落心嚟学包菠萝种，体验传统广府文化嘅魅力。今年相住喺菠萝蛋，真系好开心。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嘅毅力，同埋有咁嘅恒心去。我哋市级非遗，我希望咧过得两年就可以成为省级、国家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最近开始实施了，咁条例涵盖合作区的治理体制、规划建设和管理，促进产业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等多个主题。合作区内的多个部门更加是为了推动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做了不少的工作。等我们现在就即刻去珠海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研究制定合作区条例，为合作区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合作区法律事务局局长钟泳仪表示，条例的制定出台回应落实了总体方案安排的重要任务，这个亦都是首部为合作区制定的综合性法规，不单止强化了合作区的法制保障，同时对推动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律师管理方面呢，我们正在研究在合作区成立律协的一个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它的路径。另外在提供高端法律服务方面，我们也正在准备有关的扶持办法，以及为合作区提供澳门和普吕士国家的法律查明的一些路径。另外在立法方面呢，我们也正在推动透过珠海经济特区立法，为合作区进行小切口的立法。我们希望透过有关的载体可以引进不同的公共法律服务机构，特别是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条例将总体方案中发展四大产业的任务目标进一步具体化、细致化。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子伟表示，对投资者来讲亦都会增加他们落户横琴的信心，未来在政策制定、招商引资和琴澳融合的方向上都会先行先试、大胆创新，吸引更多企业和投资者落户横琴和澳门。我们会结合这个条例里面所订定的一些比较精准的那个行业呢，我们会精准去招商。另外我们也会在一个比如一些科技平台方面，我们会自己啊来吸引更多的高质量的科技平台的落户横琴，同时我们也会对于现有的一些科技平台啊加大我们的支持力度。另外在人才方面，要为合作区啊创造一个便利的人才的流通啊，以及居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民生保障方面，条例提出了多项支持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推动琴澳一体化发展的规定。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黄宇杰表示，将会积极主动对接澳门体制机制，确保各项民生服务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构建宜居、宜业、舒适、便利、琴澳融合、和谐、幸福的新家园。比如说呢，在澳门新街坊这个项目里面去设立澳门子弟学校，那么澳门子弟学校的设立的性质和管理体制的方面是需要去做一些创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设立也是一样，
我们更多的是要对接澳门的这个运作的这种体制机制，按照澳门的模式去运营管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么下来在青年创业这块，我们也会制定相应的一个政策措施，去支持鼓励澳门青年在横琴创业就业。惠州博罗追随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步伐，各大企业和农村大地亦都纷纷动起来，等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生机勃勃的景象。位于福田镇的电池线项目现场，崭新的厂房主体已经完成封顶，水电安装、设备调试等工作亦都在这里有序推进当中。相关负责人邱国寿介绍，预计项目三月底可以进行投产。我们在一月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些设备已经进来了，我们会在三月底会进行一个投产。今年的话，我们计划的一个产值的话需要达到2亿。高质量发展一头连住城镇，一头连住乡村。自从大洞水库环湖绿道建好之后，前来踩单车游玩的乘客越来越多。长宁罗村村的村民叶过中看到当中的商机，率先在村里面开起了第一家的单车租赁店。开业以来生意好好，最高峰的时候一日可以租到500部车，收入达到5000元。一般这过年这段时间呢，大概是平均3000左右，可以是想不到，意想不到。叶过中生意咁旺，都是得益于环罗浮山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建设，同埋美丽乡村建设的双重加持。从大洞水库环湖绿道起点，向罗浮山林场方向延伸，冇几远就是同罗浮一号公路的交汇点。长宁镇在沿线选点布局民宿、驿站、公园、游乐场等，打造一条串连沿线自然景观、红色遗址、历史建筑、现代农业等项目的精品旅游线路。2023年，博罗县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博罗在全国百强县中争先进位，力争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以上，同时力争2024年跻身 GDP 1000亿元行列，2025年达到全国百强县65位左右。最近梅州市蕉岭县南方村的果农趁着时节的便利，积极推行三华里的春管工作，为新一年的丰收打好基础，亦都保障今年可以盆满钵满。走入南方镇南方村的三华里示范基地，300多亩的梨花尽情绽放，亦都是把握梨树管理和提高助果率的好时机。基地里面，果农好忙碌地去挥住锄头、培土、拉枝、施肥、梳花授粉，一幅幅春耕备耕图展现在山间地头。今天没做个清芽、施肥、土壤之外，人都会记得冬眠那个虫害比较多的就会在清芽、长芽啦、小豆、清芽。过去还有在冬季之外，叫么安多花，现在可以安多花，像人工啊去摇花。因为用的提高加错过的天然的就是通过摇花以后摘出来的果啊比较熟，因为果啊油脂里啊这个太。南方村种植三华里历史悠久，这个也都令果农做起春管工作显得格外得心应手。由于三华里产业是当地群众的主要产业，从种植管理到丰收采摘，带动周边100多个农户参与其中，促进他们增收致富。今年呢，就基地的三华果麦呢，就全部生产去，它有个有可能80万斤左右。反正市场的预计，它有400多块钱一斤左右。念好山自经，唱好果林气。
近年嚟，南方镇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长寿特色产业，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科研机构加农户模式发展三华里种植，打造特色湾区果篮子，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足动力。奖品你又绕着你又提过啦，通过诶，即话上边的包装啊，还有嘅将一罐沙棘嘅啊，沙棘平台嘅啊，再增强一个选材，奖品你啊。优质的商贩，你啊，让人们品牌啊，舒畅的品牌啊，带热市场。阿二方，嗱，你得闲嘅时候咧，中唔中意饮下茶噶？梗系中意啦，生活咁忙碌，有时候咧真系要放慢脚步，俾自己唞翻下啊嘛。咁就啱啦，而家即刻带你去苏州嗰度叹叹茶啦。而众所周知，江苏省苏州市饮茶种茶嘅历史悠久，时至今日，茶都系苏州人生活嘅重要部分。最近咧，当地流行一种无人家自助模式嘅茶室，我哋而家去睇睇啊！数码开门，拣选茶包，自助泡茶。在苏州市柳家巷的这间无人共用茶室里面，茶客全程都是自主冲泡，既没有茶艺服务，也都不会受到服务员的打搅。工作完了之后有空就会经常过来，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啊，绿茶呀、红茶、普洱都有，杯子也可以自己选，老板放了很多杯子，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啊，然后或者是那个选的茶种来搭配。茶室总共有三个不同风格的空间，最大的可以容纳10个人左右。茶客来到茶室之前，可以提前通过平台和店家预约，就可以收到进入茶室大门的密码。等租任时间满了之后，密码就会自动更新，房间亦都会自动断电。这个时候商家才会安排保洁人员进行清洁维护，并放上新的茶包和点心。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太喜欢，服务太过于热情的，所以我觉得无人嘛，就是不怎么会被打扰。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跟朋友交流啊、聊天啊，可能更方便一点，放松一点，氛围挺好，环境也挺好。因为年轻人比较社恐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无人茶室还是比较方便的。同闹中取静的无人茶室不同，苏州观前街上面的这间老字号茶楼就热闹不少了。虽然已经到了吃饭时间，但是茶客们仍然在聊天，一杯接着一杯地叹茶。天天来的人就是天天来的啊，天天来的，因为是从九点半啊，十点钟没人，十点钟不到点。八十岁的周婆婆是茶楼二十几年的老茶客，虽然现在已经搬了去苏州湾，但是依旧她都会每天去到这里打卡，跟亲朋好友闲话家常。这个清爽了，多安排了，来来去去，衣服都洗个不起，收水人才好他们都打发微信给我，就是要想来啊。苏州人一直都有敷茶馆呢一个爱好。负责人介绍，茶楼从1999年开业到而家已经有24年，不少老茶客已经嚟呢度饮咗20几年茶啦。平日时间，茶楼亦都会安排一啲评弹曲艺表演。好似呢一種咁寫意嘅蘇式慢生活，亦都吸引咗唔少遊客嚟打卡。就是把蘇州的文化，我們也是老字號，它就是把它突出出來。平潭也是特產，然後我們買的東西也是特產，就是把它結合起來。老顧客、本地人，那麼到下午嘛，有一些遊客蠻多的。不過傳統茶室係以人員服務為首要，人工接待、泡茶亦都會為一啲年輕顧客造成不適甚至係煩惱。而家隨住無人茶室嘅興起，亦都意味住茶室性質嘅轉變同埋功能嘅增加，帶俾顧客不一樣嘅體驗，同時亦都會為商家帶嚟收入同埋管理嘅便利。无人茶馆它其实呢，应该是作为传统茶馆的一种重要的补充。那么传统茶馆呢，有的是可以提供一种文化欣赏性的，比如说我们茶馆加评弹演出啊，这种茶馆加相声表演。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茶馆具有社交性质的，那当然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商务会谈，同时呢也更加关注消费空间的一个私密性。他们本身提供的就是对于消费空间的一个价值，可以通过共享数据的方式来推动无人茶馆和传统茶馆更好的结合，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精准的个性化的一个服务。
廖瀚神州精彩在线。最近福建省连城县不少地方的寒飞鹰绽放，远远望过去一片梅红色，行近又可以闻到阵阵清香。除了吸引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连雀仔蜜蜂都很喜欢它们。原来寒飞鹰原生于喜马拉雅，除了日本亦都分布在中国的南方，每年一到三月就是最佳观赏期，是最早开发的樱花品种之一。节目的最后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今天的湾区传媒体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拜拜。